一同滚，姚家驹，祈求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再来二同滚，轰轰轰，祈求我们运动久久，健康久久。三同滚，我们祈求登革疫除，大家市民一切平安，大家运动又健康。我们掌声鼓励。由台南市政府和教育部体育署共同举办104年国民体育日高度运动体验活动，9月7日伫个生活美学馆广场举办。台南市长赖清德亲临现场主持开幕典礼。这摆活动以高度为主题，开幕表演由300多位歌手带来大型古典和人力表演，场面非常壮观。今天的活动至少有三大意义。第一个呢，我们是响应体育署国民健康日的活动，由我们台南市政府来承办，希望能够彰显国家对体育的重视。所以第一个意义呢，就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合作。那第二个呢，我们常常谈到体育就是各项田径比赛或是运动会的比赛，但是我们今天展现的是台南市文化首都特有的传统的技艺或是艺阵的表演，这个是第二大特色。那第三个呢，今天的300人以上的太鼓的这个表演，除了体育总会艺阵委员会以外，还有我们来自我们社区，总共有18个社区，还有同学的参加，这样的团结合作啊，也是一大特色。这摆活动是配合教育部体育署国民体育日办理的系列活动，由台南市体育总会联赛艺人委员会和台南市各区各个团体共同规划。活动当中有台南市各社区的太鼓团，为囡仔到中正共同展现爱国和爱国的热情，也借此展现深浸在台南的民俗体育文化。历史，让我们行。